现在我一看见冒烟的地方我就来劲，就想平了它。下面有一个小怪，这边屋顶上有一个巡逻放哨的，来一枪。这个地方有两个高手，一共有六个敌人，差点被发现，赶快蹲下。啊，这有一个钩子，钩上去。好，下边有一个敌人，直接给拽上来，卡脖子。这是个小怪，先给他来一枪，尝尝咸蛋。然后顺着钩子爬上来。那个小 boss 有点大，他蹦不上来。你冲我开枪，我先给你来一枪。哎，你冲我瞄准，我再给你来一枪。然后把手雷点燃，冲着这帮人炸一波，然后继续飞到对面的房顶。出现红点可以忍杀，左一刀右一刀弹反，左一刀右一刀再弹，直接处决了。弹，哎，没打好。下面还一忍者，一个残血，来个手雷，一波带走。这还有一个打瞌睡的，轻轻的绕到背后，手起刀落，治安恢复，然后再撸撸狗。我感觉我打浪人崛起手法越来越熟练了，做个小讲解给各位看看。